好想去旅行的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全民航空301号航班即将在8月28、29号开始登机，请所有旅客带同你们的银包，准备前往信义工业大厦的登机闸口，同我们一起前往世界各地全民去旅行。祝你旅途愉快，到时见。先生小姐，你们是不是好想去旅行啊？我们就快开始登机了，你准备好没啊？是全民去旅行试闸啊？8月28、29号和9月4号、5号在信义工业中心，即是南丰纱厂对面，我们诚意邀请到不同代表世界各地的档主来摆档，到时还会有影相打卡位。好想去旅行又因为疫情而去不到的你们，一定要来啊！